昨天晚上就是大门一开以后，发现天然气爆炸，天然气爆炸以后就看着侧面烧的一个小楼，石头整个砸的，灌到那边来，然后。 大雨到了，小汽车开启了漂流的生活。狂风到来之际，犹如末日，场面吓人。行驶中的汽车突发被台风来不及撤离，小车已经泡在水里。 黑格比台风带来是浙江的灾难性，多处民房被掀翻屋顶，看真的是狼狈不堪。 乐清出现狂风暴雨，引发内涝严重，很多小车都已经泡在水里动弹不得。 Thank you.